开箱风潮现在大吹真人版。仅用机车、三角锥、爆闪灯、九测器一一摆上去，最后两位帅气远景亲身上阵，复刻起从欧洲兴起的真人版开箱风潮。台中交警不若人后，上传照片超级吸睛，也超疗愈。创意发文，按赞数逼近50000个。这个创意很好，使得我们这个市民啊，对于警察同仁这个勤务啊，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很像那个魔仙小玩具，蛮可爱的。对对对，这样对那个会一般的民众会对这个产生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可爱印象，自然就会比较有亲切感。从制高点往下看，像极了缩小版的模型公仔。这特殊的开箱影片趣味感十足，但别忘了交通大队守护市民这鸡丝头可一样都不能少。每一次的勤务的项目不大一样，巡逻巡逻的一个装备。那刚刚所看到的部分是包含路检的一个装备。不止台中交警跟风，台中市刑大也贴出了警犬的开箱文，让人直呼被萌晕了。一张又一张的跟风开箱照，逗趣可爱，也让人忍不住大喊：“警察辛苦了！”欢迎新闻洪世成、李佳瑜台中报道。